1968年的1月23日中午，一艘美国远洋船在距离朝鲜海岸15.8海里处执行了侦察活动。驾驶室里的值班人员突然发现，有一艘朝鲜海军的猎潜艇正在逼近，距离呢已经近到可以看到猎潜艇上脱掉炮衣的火炮，炮口正对着这艘美国远洋船。随后又有4艘朝鲜的鱼雷快艇急速的赶来。朝鲜舰只喊话远洋船停车呢，接受检查，否则就会受到攻击。而远洋船上的美国人却忙着销毁机密设备和文件，甚至是呢准备加速逃走。那这艘美国远洋船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双方有没有发生武装冲突？这艘远洋船的结局怎样？又对两国的外交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今天我们聊美国间谍船普韦部落号事件。咱们不卖关子，普韦部落号呢，就是美国的一艘伪装成远洋科考船的电子侦察船，是一艘间谍船。这艘船从1967年12月底就接受了美国海军司令部的命令，去收集呢朝鲜的电子情报，以及监视苏联海军在对马海峡的活动。1968年的1月5日，它从日本的横须贺港出发，1月9日到达日本佐世保港。在这儿，间谍船的船长劳埃德·巴彻中校得到了具体的指示，侦察范围在北纬39度至42度之间的日本海，不到万不得已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如果发现苏联军舰可以呢在200米外的距离上进行拍照。1月11日的拂晓，普韦部落号呢悄悄地出发，但是刚一出海呢便遇到了风暴，只能呢减慢航速，改变航线以确保安全。因此到了16日，他们才赶到第一个预定的侦察海域，朝鲜的青尼港外海。在这儿，他们日夜不停地侦察，记录着朝鲜发出的各种电磁辐射信号，并且收集各种海洋水文资料。间谍船很清楚自己的特殊使命，所以呢行动异常的小心，不仅保持着无线电静默，而且呢白天活动的位置都在距离海岸14海里以上的公海，晚上呢则退到20海里以外。因为国际法规定领海的范围呢是12海里，所以他们认为间谍船的活动范围是公海，这样比较安全。但是从1月21日开始，美国人就发现在间谍船的周围不断呢有朝鲜的飞机和舰艇出现。为此巴彻船长命令无关的人员一律呢不准去甲板，以便将船伪装成运输船。直到23日出现咱们开头讲的那一幕，朝鲜舰艇要检查，而且呢态度是强硬的，什么公海啦科考船的解释根本无效。而且呢这个时候朝鲜支援的4艘鱼雷艇也赶到了。就在间谍船调转航向准备逃离的时候，朝鲜猎潜舰上的57毫米机关炮猛烈的开火了，当时在驾驶台上的巴彻船长等多人被击伤。看来逃跑是不行了，那就赶紧销毁设备和文件吧。这些罪证足够呢让朝鲜把船上的人全部处决了。但是由于美国海军没有考虑到侦察船会遇到袭击，所以呢根本没有相关的销毁流程和应急训练，船员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弄，只是胡乱的用斧子和榔头把设备乱砸一气，用打火机来烧那些文件。但是文件呢实在是太多了，烧是来不及的。有几个船员呢跑到甲板上把文件往海里扔，朝鲜舰艇一看这哪行呢，上去就是一通机关炮，甲板上的船员顿时呢就被扫倒了一片，其中呢还死了一个。这巴彻船长还想把间谍船凿沉，但是呢他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与其被打死或者在海里冻死，还不如呢投降。于是呢朝鲜俘获了普韦部落号，船上只有少部分电子设备和资料呢被销毁，像记载着大量有价值信息的航海日志等重要文件呢都落入了朝鲜的手中，间谍船上的船员也有1人死亡4人受伤，而间谍船则在朝鲜的控制之下扣留在了圆山港。这消息一传到了美国，美国呢竟然是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完全呢是束手无策。朝美之间当时是没有任何的外交关系，
况且呢，朝鲜一直处于啊孤立封闭的状态。这个时候，美国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啊，按照惯例展开啊舰炮外交，以武力呢进行威胁。于是，驻太平洋的美国第七舰队派出了以企业号核动力航母为中心的航母战斗群，大批的巡洋舰、驱逐舰、核潜艇集结在了朝鲜以东的海域，摆开呢大战一场的架势。而且呢，美国还调集了数百架战机驻扎在韩国的乌山、群山等空军基地。这些战机当中，除了 F4、F105 以外，还有携带氢弹的 B52 远程轰炸机。这场面啊，咱们见得多了，已经麻木了。老美啊，也就是吓唬吓唬人。朝鲜呢，也不吃他这一套，拿出一贯的做法。老美啊，你要敢打我朝鲜，我就打韩国。我们要彻底的把美军啊赶出朝鲜半岛，彻底的解放南朝鲜。美军的高级参谋和智囊团啊立即推算，如果对朝鲜发动空袭，突击飞机的战损率啊将要超过70%。朝鲜的防空火力配置密度甚至呢超过了越南河内。当时呢，美军已经在越南吃了不少亏。据不完全统计，越战当中啊，美国被击落8612架各类飞机 ，B52 这种大型战略轰炸机就被击落了31架。当然，这里面呢有很大一部分是咱们帮着越南给击落的，这一点也是啊最终美国撤回舰队的主要原因之一。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美国啊发表声明，谴责朝鲜啊无视国际法，在公海上劫持啊美国船只，要求呢朝鲜归还普韦部落号，释放了所有的船员。但是美国的声明当中并未提及啊任何的报复和威胁，这就很反常啊，不是美国一贯的做法。这美国啊可是具有习惯性报复的特征啊，这回怎么不提了？明显啊是没有底气啊。随后就是双方在板门店谈判，马拉松式的谈判啊谈了28轮，最后呢美国完全接受了朝鲜提出的被称作3A 的三大条件。第一，承认错误；第二，谢罪道歉；第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12月23日，美国政府呢宣布其电子侦察船侵犯朝鲜的领海，发表谢罪书面声明。同日，朝鲜呢也发表声明，鉴于美国间谍船的船员坦白承认侵犯朝鲜领海的罪行，并且呢一再请求宽恕，而且美国已于当天向朝鲜赔礼道歉。所以呢，朝鲜政府宣布没收该船及船上所有的设备和武器，将全部船员驱逐出境。这起间谍船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了，船员们得到了获释，回到了美国，但是船还是被留在了朝鲜，成了朝鲜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品。朝鲜每年的6月25日都会在这里呢纪念反美斗争日。这起事件为啥说是告一段落了呢？因为这个事儿还没有结束。普韦部落号上的80名船员在朝鲜度过了心惊胆战的236天。为啥要用心惊胆战这个词呢？您琢磨，这船员的身份你很难给他定性。他们呢算不上战俘，更算不上罪犯，倒是有些人质的味道。很明显，他们呢就是朝鲜手中一个价值不菲的筹码。他们在朝鲜呢死罪可免，但是活罪肯定少不了。除了被限制各种自由、各种交代罪行以外，还写下了自白书，并且呢在国际舆论面前揭露了美军侵犯朝鲜领海的事实，甚至是呢朝鲜对他们进行了策反。这也就是意味着他们回到美国之后也会受到美国的起诉和审判。事实也正是如此，巴彻船长和副船长呢以渎职罪名被起诉。军事法庭列举的罪名是没有进行必要的抵抗，没有及时销毁机密设备和材料。那抵抗就意味着屠杀。当时间谍船上是有2门20毫米的机关炮，但是呢由于缺乏保养，当时炮上的炮衣都给冻上了。你别说抵抗了，能不能打响都不好说。巴彻船长说他曾经请求过援助，但是呢没有收到任何的指令。军事法庭的审判历时5个多月，全部的船员呢都必须出庭。这帮船员被折腾的身心疲惫，家属们也是怨声载道，社会舆论也对船员的遭遇表示同情。
所以啊，这美国海军部长就出面了，他表示要保全巴彻船长的军人尊严和可能涉及的军事机密。最终法庭呢决定不对任何人做出惩罚性的判决，美国军方则是呢对太平洋舰队总部和驻日海军啊进行了批评，为什么对突发事件毫无准备，没有对船员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也没有在船上安装破坏设备，以及呢事件发生之后派不出增援部队。所以在这之后，美军呢就加强了相关的准备措施。在2001年4月1日，咱们的英雄飞行员王伟撞下来的那架 EP3 电子侦察机上，美军对关键设备和资料破坏的就相当彻底。这呢就是整起事件的过程，不知道大家感觉出来没有，说是朝鲜海军啊为什么那么快就发现了美国的间谍船，而且好像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这就是一艘间谍船，如果说只是一般检查的话还用得着开炮吗？况且还配上了4艘鱼雷艇，这件事情里面必有隐情啊。咱们再来回顾一下同时期朝鲜发生的事情，那么这起事件竟然是青瓦台事件的多米诺效应。就在普维部落事件发生前2天，也就是1月21日，6名朝鲜特种兵化妆成朝鲜军人，准备袭击在汉城的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但是很可惜，行动呢被警察及时的发现了，韩国军警与之呢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其中朝鲜特种兵被击毙5人，重伤活捉1人。随后韩国军警在汉城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又发现击毙朝鲜特种兵22人，俘获1人，另有2人呢逃脱。根据朝鲜俘虏金星九招认，他们一行31人是朝鲜代号124部队的突击队员，计划呢分为6组，同时攻击韩国总统府、美国驻汉城大使馆、美国驻汉城第八集团军司令部等目标，来掩护呢对汉城一所关押朝鲜特工的监狱的营救袭击。这呢就是韩国历史上著名的袭击青瓦台事件。按照朝鲜一贯的做法，肯定呢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所以普韦部落号事件的发生是有它的必然性的。而当时美国人也知道可能要出事，而且美国海军驻日情报的官员也建议呢提醒普韦部落号要注意异常的情况，但是这一明智的建议被驻日海军的高层给否了。他们认为呢只要普韦部落号再待1天，任务呢就可以完美的结束了，估计朝鲜不会有那么快的反应，他们呢不会遭到攻击。但是呢事实又再一次的证明，人算不如天算，多行不义必自毙，自以为是的美国海军高层错误的采取了不作为的策略，才是造成普韦部落号事件的罪魁祸首。好，今天咱们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关注点赞支持，咱们下回再见。